具俊晔首尔摆平7000万豪宅曝光，娇小 Aska 524秒片流出，婆婆反应太诚实。小 S 徐熙娣一家包含徐妈妈近日到南韩旅游，姐夫具俊晔尽地主之谊，亲自担任导游的工作。网络上有不少在南韩偶遇小 S 的图文，七日又流出一段影片，声称是具俊晔招待小 S 他们到首尔汉南洞的家，具俊晔还跟小 S 在客厅热舞。微博疯传一段24秒影片，画面中小 S 穿着黑白条纹的上衣，与穿着短袖 T 恤的具俊晔上演一段舞台剧。具俊晔问你是谁，小 S 假装在门外回婷婷小 S 乳名，具俊晔作势打开门兴奋喊婷婷，小 S 也回叫姐夫，接着两人就面对面尬起舞来。虽然没有背景音乐，人跳得相当高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小 S 边跳边笑得不可开交，但小 S 的女儿似乎没什么感觉，坐在沙发上继续做着自己的事。至于小 S 的婆婆，感觉也是见怪不怪了，对媳妇的行为完全没反应。超反差的画面引人发噱，网传该地点是具俊晔位在103平豪宅，据悉该处是在首尔汉南洞高级住宅区 UM Village， 窗户看出去是汉江第一排，市价约7000多万台币，有不少名人入住，包含演员李英爱、宋慧乔、苏志燮、李炳宪、李钟硕、 BTS 防弹少团等名人都是邻居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